岸田総理が選挙の応援演説会場で訪れた和歌山市の漁港で爆発音があった事件で、警察に逮捕された男は兵庫県に住む24歳の男だっ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捜査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兵庫県川西市の木村隆二容疑者は15日午前11時半ごろ、和歌山市の雑賀崎漁港で選挙演説会場に訪れた岸田総理の近くで爆発物のようなものを投げ入れた威力業務妨害の疑いが持たれています。木村容疑者は演説前の岸田総理に向けて筒状のものを投げ込み、近くの警察官らに取り押さえられました。男は漁港近くの和歌山西警察署で取り調べを受けていますが、これまでの警察からの聴取に対して黙秘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警察は男の身元や動機などについても詳しく調べる方針です。啊，那个和歌山市11:30，又是53棵稻啊，又是演讲啊。这一次的岸田哈，背后站的人就可能是因为安倍的背后那个啊，没有，所以他这一次你看他这个照片啊，他背后站着彪形大汉帮他挡着啊，眼睛一直左右看看有什么疑似的东西啊，想说，哎，不过你岸田该不会这一次该不会认为他也是因为统一教来杀你吧？不是统一教了吧？哦，还是你又要给他推给统一教？之前那个统一教闹了日本的日本的大半年，就是安倍被杀之后啊，就推给统一教，然后统一教唧唧歪歪，然后那个三藏彻也在监狱里面一个人住，吃好的用好的玩好的，是啊，反正他就这样子啊。那现在又有一个男的羡慕他，哈哈哈哈，还想说用你人头来买我的舒服嘛啊。不过这一次岸田比较精了啊，他后面站的彪形大汉啊，防止跟安倍一样啊，从背后露出一条什么死亡线跑过来，就弄掉了，干脆就弄死你了啊。我看那个日本那个媒体前面还在搜寻那个什么版本师团长啊，到底是不是掉到沉到了海底的嘛，他说搜出来那个尸体当然是找不到了，那是残骸了啊，飞机残骸。那到底这是谁击落的啊？有两日本右翼媒体一直说，很可能就是中国军机，很可能是什么原因，很可能就是这样啊。扯一扯之后，其实岸田你自己要啊，我不太想救他，我又没有寿司可以吃。不要讲女优了啦，啊，女优我不奢求了啦，不要什么女优不女优了，不也不要寿司了，你那寿司搞不好万一是那福岛来的，那我又不要啊，对不对？所以哎，不要救了啊，不要救了，因为你他还好了，岸田他是属于心法毒钩了，他是因为你很笨啊，安倍的死没有教会你什么事嘛。搞不好他真的相信那是统一教的问题。如果是统一教的问题，为什么安倍的老婆后来又要被追撞，然后什么事他就不敢追究了？如果是统一教的问题，为什么安倍的弟弟要被拔掉啊？然后现在也不敢说话了啊。然后那个什么版本师团长又掉下去啊？当然。师团长掉下去，那跟那个安倍的凶手不一样啊，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中国军机了，中国军机把它弄掉啊，什么样弄掉啊，不知道啊，但你从这样子点点滴滴这样看，大概就你也懂了嘛，他也稍微有懂一点点了，他派林邦正来说啊，那我跟中国人缓和嘛，啊，就说啊，那个其实我是没有实力的。然后说那个间谍的问题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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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搞不好他里面就是讲说那都是美国人逼我的，我没有办法啊，他说不定这样讲。那可是问题是朝鲜跟俄罗斯你又解决不了啊，那个导弹还是一直打啊，代表你谈判没成功嘛，
你还是跟美国人绑在一起嘛。那这就有点很好笑了，这种情况跟昭和时期的那个首相被杀不一样啊。昭和时期首相被杀，我以前也提过日本精神兵的事啊。那个时候的首相是替天皇挡子弹，精神兵在那边弄的时候，天那个还有那些日本那个强巴拉要逼天皇的时候，这首相要出来挡子弹去死的，砰砰砰。那你现在是天皇开枪打，然后你死。是替谁挡？替美军挡子弹，替美国人、美国势力，还有那些政客、乌龟王八蛋挡子弹。天皇变成天皇开枪打，那所以你那情况是不一样的哈。你这个反而比较像什么？比较像那个幕府末期的啦，幕末的时期的情况，就是那个明治的早期啦，明治刚登基的时候。那个幕末的情况有点像嘛，就是整个日本的那个当时的环境已经变化了啊。那个时候我讲过规，那个时候的明治还有明治前一个那个，他们认为情况不对，要对中国造反嘛啊。我讲过田弄叛变嘛啊，他认为时代环境不一样的，我们要啊。把那个大力丸吃下去，我以前提过啊，他搞明治维新，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处于一个环境变化。环境变化的时候，为了保他的皇族能够这样一直传下去哈、啊，那不能跟当时的西方人干啊。那原本守旧的那一帮，像幕府末期的那一帮，那些老家了，那些常被暗杀嘛。所以什么阴天门事件什么事件，他那时候他们就找那些烂人，事实上就是地痞流氓嘛，去杀那个幕府的那个家老，就是一直要给那个要幕府下来就对了啊，给德川幕府最后一个那个将军啊压力啊。那当时是这个环境嘛，那现在刚好相反嘛，他发现西方不行了嘛，可是你们这些首相还以为啊，还以为说哦，那个这是属于历史的那个什么终结啊？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讲的历史终结，美国的制度就最好了嘛，不是吗？啊，搞不好岸田还在，你的行为还是安倍跟你行为还是这样啊？但你们就是属于相反的嘛。田弄一定是很清楚，那乌龟精一定很清楚，看。啊、哦，不行哦，情况相反哦，啊，哦，可能真的是东升西降啊，先前是西升东降嘛，在他那个乌龟的眼睛里面看到的嘛，他想说啊，先前西升东降，所以他要杀幕府后期的那些家老啊，那现在是东升西降嘛，啊，就是那当然要杀神就杀你们了、啊，那也不是说是一定要你去死啦，而是说他一定会给你这种压力啦。安培呛赌失败啊，说我一定能解决，结果没有解决，那就杀掉啊。那你呢？他当然就给你来这一套啊，因为你还是傍美国大腿啊，啊，你还是傍他的大腿，你还是属于那种幕府末年的家老，还以为德川家族还可以继续执政呢、啊？你以为啊？你以为还是美国人帮你制定那个玩意儿可以继续用啊，但是这种情况哈、哦，其实也真是为难岸田了，因为他们这些日本政客，我不是前面讲过吗？兔爷小泉纯一郎那个是兔爷，已经是最厉害的，他都尚且如此，那你后面那几个徒子徒孙，他哪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又没有大力丸可以吃了，又没有什么维新变法可以玩了，都已经变成日本都已经变次殖民地了，美军啊，那奇奇怪怪的那些什么什么 LGBTQ 啊，宅男废柴失落几十年都已经这样子玩了，那你说让他们因应东升西降哦，我直接掏根子来说了啊，
东升西向说美国要把美国人赶出去，他又没有力量赶走美国人，因为不然的话就变成美国人要杀他了。如果岸田跟安倍就说啊，你们美国人给我滚啊，那就是美国人杀他啊，不行啊啊，那你说听美国人的命令，到底听不听？你不听，美国人杀你；你听，田弄搞不好要杀你。那你就夹在中间了。所以我与其我现在是不提那个哈，你们自己回去找那个安倍晋三的事，还有岸田文雄那个新版主播啊，那他可能还没有醒。但是不管怎么说，岸田这一次他家的事啊哈，他也没既没有请我寿司，也没有招待女优，何必呢？我也都不要啊。那你自己看着办。关键是你田弄哈，你这样子逼岸田，他也没有什么用。我倒是有一招，我前面好像讲过了嘛，讲过了，你可以玩迁都啦。那这迁都可能你也迁不了，有各种原因可能动不了。那你可能可以玩一招是什么了？比较眼前可以玩一招，你就不要这一帮人来当首相了，因为这些人当首相都没有用啊！你再怎么逼他，他们还是这个样子啊，都是乌龟王八蛋的，怎么办？你倒是可以找中国人当首相，那确实可以啊！你那美国人都可以制定你们日本的政策，制定你们日本的宪法。那黑黑不拉几的，像奥巴马那种黑人都可以去当 AV 男优，都可以骑女优了。那找一个中国人当一下首相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他干不好，你一样可以杀他啊！他干不好，你一样可以杀他。他又不是来当你天皇，对不对？你一样可以杀他嘛！你随便去找一个中国人哈。来当首相，看去找一下，去请教一下，实在不方便当你的那首相顾问也可以，看是什么相，副首相也可以。那你找这个中国人来帮你搞一搞还有机会，因为什么？中国人他来这边，他一定去咬美国人，最好是找那种反美的那一种去大陆找。自己去大陆找，去找一个那个来用他当首相，用个几年嘛，用个几年，反正也做不久，对不对？用个几年看你有什么招啊，你给他在那边待一下，然后让他呛赌吧。他如果不行，你再杀他嘛，那没话讲嘛。那他如果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会做几件事情嘛。第一个，他一定反美嘛。哎，美国人一定跳脚嘛？怎么会？那你有什么关系？那就咬啊，反正都要撕破脸了，对不对？咬啊！第二个，他改变你们的内部国策，那当然一定也有很多日本人要撤走他了。那你田弄自己看你怎么保他嘛？你乌龟精这个时候你要快一点了，因为为什么？你再不改变日本的这个国策，你将来很倒霉。那个福岛核泄漏的还是其次，我讲过，你会一直衰小，你会一直倒霉，因为那个断水流的，我讲过，那乌龟王八蛋一直在转王八蛋哈，他还没死啊，中华民国还没死，那你也跟着带倒霉运了，你也一样，所以你看你自己的那些首相都是这种人呐、啊。那个兔爷是最厉害的了，在我看来真的是小泉纯一郎最厉害的，其他都是垃圾，只会跟你在那边乱呛乱赌，然后乱搞啊。那你再怎么杀他也没用，他只会，你看他只会拼命保护自己。哎，我比较建议你田弄哈。就这一招比较快的，去大陆找一个反美的，重赏之下有勇夫嘛。那至少中国人来当你的那个首相，
比较不长，他长得跟日本人也一样，也分不出来啊，也不会有丢脸的事情嘛，也不会太突兀嘛，对不对？也不会太突兀啊。然后用完反正就请掉，那你看美国总统也被黑人用过啊，那有什么关系呢？首相而已啊，又不是天弄，对不对？又不是做你的天皇啊，你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啊，不然的话你再逼这样岸田也他被你这样吓到，他现在龟胆心胆俱裂，他一定是很胆小的啦。你看岸田这样被嘣被那个爆炸声吓到啊、哦，还好他周边都是那个壮汉，他防的很多，可能他的保镖可能他不用政府派来的，他自己去找的，找那种不替他挡子弹真的不会跑掉的啊、然后这一次爆炸一吓到他，什么事都不敢做了，他可能考虑要辞职，可是来接的人一样啊，会传染的、啊，他来接这个岸田位置的人他一样也会害怕啊，而且他找来的也不会是勇士嘛，他找来的也是那种乌龟王八蛋嘛，只想着他的那个政治派阀的那个利益嘛，他怎么可能帮你解决你眼前的问题？你看那个金正恩现在导弹搞到北海道都要紧急戒严不是吗？紧急事态啊，俄罗斯又军演，然后你那边东南沿海啊，中国军队军演，你又死掉十个人，啊，坂本师团长又坠机，那你自己你就知道了，哦，可以考虑考虑了，考虑考虑这招，没有办法迁都，你就找一个中国人来当首相，有点像是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不是？都会找其他国家的人来相一下嘛？为什么叫相？那时候发明那个什么相国的那个相，那意思其实就是暂时使用而已啦。因为毕竟你是不是我们这里面窝里面的人，但是可能用一下你的能力哈，调整一下可以。所以那个岸田哈，你不要到处去演讲，到处去那边作秀了啦，那个都是以前那种，就是那个小泉纯一郎，还有可能之前就有了，他喜欢带来的这种风格，喜欢到处跑，到处当明星的那一种的，可能之前就有了，但是因为我看过森喜朗也玩过啊，但是没有意思哈。你这些都没有意思，你现在去演讲有什么用呢？来听的人都能够有谁？你还不如一个韩国明星去那边欧巴欧巴，那个日本那个宅男宅女来的还比较多，还影响还比较大。那你出来演讲干什么？徒增别人杀你的机会啊啊！那现在反而最该当宅男的是你岸田。就是你们那个首相啊，最好就当宅男，宅在家里，然后想对策啊，谁都不见啊，外宾绝对不见啊，内部的人要见了，你不见的话，你也不能够当首相嘛啊，那你就去做那些事情，然后重点是写奏折给田弄啊，你写奏折跟给田弄的话，你才能找到路嘛，至少不会有人来杀你了嘛。啊，他们搞到这种，再次出现那种乌龟背刺，真的是背刺，都是从背后都要回头的。你看安倍回头，岸田也回头。那岸田现在是吓破胆了嘛？就建议宅在家里，宅在家里，也不要知道大家的困扰，那你就可以一直写信给田弄，说到底怎么办哈？那你认认真真解决问题啊，不要忽悠，至少要做到几件事了。我认为就是不外乎安倍留下来的那些烂摊子，你要想办法解决嘛。福岛核事故的问题，安倍没解决，那不是安倍搞的了，但是安倍搞了那么多年还没搞定嘛，反而越来越严重嘛。
这是你们太上皇去玩过的啊。太上皇那时候去过，你们自己知道嘛。他一定是一看这个你这个呛赌呛成这样子，他一定想要杀人啊。啊，那你过去解决，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第二个就是想办法中国的问题把它解决掉，台湾当作没听见，台湾当作没听见，不要再搞那什么版本师团长了，那最最鸡就给他最最鸡啊。然后那个什么俄罗斯那个你可能就要假装不知道，因为那个是兔爷造成的，我讲过那北方四岛的事情，现在连中国都承认说那个北方四岛俄罗斯的啊，毋庸置疑啊，政治就这么现实啊。那看你已经不行了，当然就俄罗斯的啊。啊，那所以你现在那个你只能装不知道，那是兔爷的后遗症，那你没办法解决。那个兔爷，我前面讲的那个兔爷，那个兔爷的那个能提个阿弥啊造成的啊，那个这个没办法解决，你至少可以解决那个五角福岛嘛。那但是你可以缓和跟俄罗斯的关系嘛，啊，缓和嘛，对不对？那你唯一一个做这件事情唯一对你最大掣肘的就只有谁？美国人了，啊，因为你只要稍微有点跟朝鲜缓和，跟俄罗斯缓和，跟中国缓和，尤其跟中国缓和，美国人一定是想要把你弄掉啊，美国人一定会来捅刀子，那你就要选择要被天皇杀死还是被美国人杀死，跟前面的那个一样，我前面讲过了，新英流的那个签名嘛，签四书嘛，我前面也提过嘛，日本战国时代的那一招嘛，这个台湾这边学的不好啊，我前面提的啊，我不重复。但你们一定，你这是新英流的，你一定很熟啊。那丰臣秀吉当年很喜欢玩这个嘛，要签誓书，那你就考虑一下，你誓书要签给谁？签给美国人还是签给你们的那个田弄？你自己选择，是要被谁杀死啊？你夹在中间嘛。因为我是你，因为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些日本的那些政客大部分都偏美国？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可以马上把他干掉。眼下比较危险嘛，就好像我讲那个四叔，就是眼下比较危险啊，他都要签下去啊。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当年那些签的人，最后有一些还是叛变嘛。但是怎么样，签只是忽悠你嘛。等到时间到，你管不到我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跑嘛，我还是可以叛变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你誓书是可以签给美国人的啊，但是你要另外再签一份给你的田弄，所以我说比较建议你当宅男，就这个原因啊。美国人来找你，你就想办法去忽悠，想办法去忽悠。这个忽悠功你倒是要跟中国人学哦，因为当年你们欺负的那个李鸿章啊，你们日本人当年欺负的那个李鸿章，他就是这个老手这个你可以去学一下啊，可以，这个时候反而你要跟李鸿章学习的啊，李鸿忽悠功，你就拿这一套去忽悠美国人，那你的压力就少了嘛。那把美国人骗得团团转就好了嘛。那你重点是服务你的田弄的上意嘛，啊，怎么样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嘛？那以后你就安了嘛。就安了嘛，就不会被杀嘛。安培是下来还被杀嘛，那你下来会不会被杀我不知道啊，因为你们自己你跟田弄承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你是心反图勾了啊，所以但是我看你现在还在任就已经这样子了，给你警告了，他一定是告诉你安培留下来那些后遗症你要给我解决掉，这账算在你头上了，他一定是用这个来表达这件事情，我看是这样子，我想来想去他就是把这个账算在你头上了啦，你没呛赌，可是问题是他的那个后遗症你要解决啊，谁叫你是他的下面，对不对？本来他的下面不是你的，但他甩得快啊，甩到你手上啊，那你甩到你手上，那你又做的稍微比前任久了嘛，
那理所当然你的责任了、啊。而且你跟安培比较熟嘛，你也比较像右翼嘛，你先前的言行比较像右翼，你还没当首相之前，中国人就认识你了，就知道你那个是右翼嘛。那你现在就是只有这样子了，没有其他招数，没有这样招数，忽悠美国人啊，然后跟你的田弄夺通信件啊，多上奏折，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做？那件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做啊？那你就比较安了啊，然后尽量当宅男，不要出去。对不对？你要吃喝嫖赌，自己在官邸里面吃喝嫖赌就好了，何必出去呢？对不对？你看日本那么多宅男宅女都在家里，还不是一样吃喝玩乐？那你也可以不要出去，然后不要出去就有一个好处，美国人来骚扰你的时候，你有很多借口可以去忽悠他，反正忽到最后。这些问题美国人给你的压力就可以解决掉了嘛，因为美国人一直在衰弱 啊，但是眼下虽然他可以杀你，他总不可能拿导弹轰掉你日本官首相府嘛，不可能嘛，那就好了，你不可能拿导弹轰掉我日本首相官府，那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在躲在龟壳里面一直忽悠你美国人就好了，那美国人的压力不就解决了，对不对？美国人压力不就解决了、自己想办法啊！你压的事情我替你操心干什么，你死翘翘也无所谓了，很讨厌。所以最后就是很清楚一个现象啊，我补充一点，就是说现在的日本就像是幕府末期啊，那个明治维新那个时候的颠倒过来的一个脚本啊，颠倒过来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先前在当时他们的看来是牺牲东将嘛，所以他们要除掉旧势力啊，因为旧势力政治有一个很强的惯性，你那旧势力要把它矫正，有时候会有一点激烈手段啊。当时当然激烈手段也是错的，后来事后证明是很多后遗症。那你现在是东升西降了吗？又倒回来了吗？所以他变成又要去逼另外一帮的人嘛，刚好就是右翼的嘛，就是这些首相跟美国人抹举的那些人呢、逼他们嘛。那逼他们呢，他们现在是已经把日本带到已经是我讲过的都已经是没有元气的，都已经是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那他们能有什么办法？他们绝对没办法，你只能找日本其他的势力的，以整个情况来讲，要走那个路，只能找日本其他势力，不然的话，你看现在你周边都是列强环伺，对不对？都是比你强的、已经玩到这样了，连金正恩都拿导弹可以轰你啊！你只剩欺负南韩，但是南韩棒子也会鬼吼鬼叫，南韩棒子也不怕你，他只是因为有美国人在压他了，美国人认为日本比较靠我了，比较听话了，南韩随时可能不行了，所以逼南韩跟你跪舔了，而并不代表南韩怕你啊！你看那个主导就知道了，他就来抢你，私底下还是跟你日本人很凶啊。那台湾不用讲，台湾想要跪舔你又不敢接受啊。那中国不用讲了，那比你随时要轰掉你都可以的，因为连金正恩都会轰你啊，俄罗斯又比你强啊，那美国人不用讲了，已经当你很多年的太上皇了，你已经是搞到列强环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你现在唯一一招就是你这样激烈的逼那些右翼是一个方法了，是一个方法，但治标不治本，那只能治个暂时，所以你多找一些人去
杀他们哦，去或轰他们、吓他们、警告那些首相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但关键节点还是我前面讲的，第一个迁都，找日本的新的势力来围绕在你田洞周围啊，不要那些什么黑帮、财阀，然后这些右翼政客那一群奇奇怪怪的。迁都，你迁不迁得掉我不知道，管你的事。然后第二个，可能要找去中国大陆去找啊，找人来暂代一下你们的首相。你不要担心他不忠心嘛，他搞不好你还是可以杀他的、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背刺他的、啊，就这两招。可以看摆脱一下你这一只王八精，还能不能哦再传个避开眼前的祸患啊？传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还可以避开眼前的这个像牺牲东将，你都已经心里在那边，全日本人心里都已经规划说我们是属于 G7， 我们是早就已经脱亚入欧了，结果没想到俄罗斯人脱欧入亚，然后说。给你很大的压力啊！俄罗斯脱欧入亚，说他是亚洲属性的，这你家的事了哈。